先生在意，哦，就是不容易，心事辗转难去，那美的影子清晰，匆匆三里怀里，星星雨水滴滴。那是把头发剪掉。哈喽家人们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我们这边很暖和，现在我来给那个爸爸帮忙给他把头发剪了。现在天气慢慢变暖和了，头发给他剪短一点，好洗洗，不然这里不好洗，你要敷在你们身上。我记得那个时候12岁，那时候我爸理发的时候是16岁开始学理发，跟我二伯学的那个理发。我那个时候每个星期还有换了寒假啊，都会去街上帮我爸爸他剪头发，我帮他洗。那个时候我记得从5毛钱一个剪头，然后1块，最后现在我们这里剪头啊就10块钱一个了。我还在想要不去买一套工具，天天去走户串乡哈，看一天要是剪10个头发就有100块钱，剪20个就有200块钱。你觉得会不？想想你的背影，我感受了坚韧。
做我的父亲。这个嘛，这个，我猜的。我给你嘛。嗯。啊，给你30块钱。你注意哦，鸡巴哪个先？哪个先喽？哎，我你把那个插在插板来的一个插板扔了，拿去。哪个哪个先喽？嗯，哪个？我有哪个边还有剩的哦？现在几根儿都不行嘞，基本上都是不得。什么？根本就是不得。不行，不行，拿起来，这个还没，拿起来。哪里去漏电了？我那里先破了掉了的，老妹，啥不要了？要漏电，你给我扔这儿了。